所长，你是不是给他弄一个问题啊？我看哦，你要回去林惠民医院特地检查清楚哦。其实伊无骗人，伊才是彭文雪，我是郭秀君。阮两个做伙对天桥的楼梯顶面跌落来了后，身体就僵化。啊，一个怪就准倒煞，啊两个拢怪。啊，无你恁正是哪？为楼梯跌落来，啊头壳弄做伙弄一个歹去哦。伊就安尼讲啊，你可唔相信？卖讲恁两个唔相信，连阮两个家己房母也清楚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。这敢会伤害吗？玉小姐，啊，你规人看起来就是玉小姐啊，哪有可能是关小军？关小军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为了玉小姐，伊才陪你安尼演戏？玉小姐，做你放心，只有我伫的。伊若是敢有白乱来，我甲电甲金死死。我就讲，我才是你玉小姐，你听无？伊是关小军，伊唔知有啥物妖术，把我身体换过去啊！你是有阴谋的，你想办法救我，想办法把我身体抢回来。关小军，我就讲我唔是关小军，要讲几届？你嘛唔相信我？细汉时阵，我上爱食冷糕啊。虽然讲冷糕贵三三，你念不念？啊，不过你也是欠钱要我吃。爱食冷糕的人真多。我细汉时阵哦，你带我去赶公车，因为我要去参加钢琴鉴定考试，我要表演的是《给爱丽丝》，啊，结果我一上车，啊，无骑好在就跌倒啊！你唔甘我，你就走去甲司机冤家啊！你真正是有气哦！我真正是有气，我是你唯一的亲人啊！有你，你是我妈对路边捡回来，所以你才对我妈这么失踪啊！你是讲你欠伊一条命，对不？安怎？我爱相信我吼。彭文雪哪会甲张家伦妈妈讲这种话？张夫人是安怎听伊讲完就变一个面？因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无人知影我的过去。你真正是玉小姐，啊！你哪会变到安尼啊？啊，无伊哪有法度把玉细汉的代志讲啊一清二楚啦？啊，是讲，啊，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妈，你总算愿意信任我。我敢有听唔对？彭文雪叫张夫人妈妈，而且伊两个咱做伙，嘛真正足亲像母仔囝的，这到底是安怎？敢讲即马这个张艳芳是曾华丽，要哪有可能？伊毋是早就死啊？啊，不过曾华丽确实真恶毒，伊用假释来温骂大家嘛无意外。啊！不过，伊是安怎要安尼做？伊要利用张夫人的身份创啥？伊敢是等来报仇的？那安尼，这两人都危险嘛，我赶紧通知因。看郭秀君的表情吼，伊应该知影我甲尤克的关系啊啦。还是讲哦，我甲尤其甲小怪大姨啊，啊，竟然就去有发现阮的关系。哎呦，我即嘛是要哪去解释哈？你是曾婉丽对不？曾婉丽，你哪一个话的？你是安怎要冒充张夫人？你甲张夫人藏去倒位？